问师傅，我们经幡的旗子破了，更换下来怎么处理？是否可以火化或烟供时化掉？两个都可以。哦，你火化的时候就念嗡阿吽，当然有个火化咒，你不会就念嗡阿吽，观想这个它就这个化掉，就完全融入到佛的心里面，它回到佛的心或净土这样啊。那第二个方法，如果不火化呢，你可以因为它已经挂很久，很有功德了，你可以用庄严的变成黄色的布把它包起来，包起来以后啊，放在橱柜或者说你的佛堂的柜子，或甚至你出门的放在你皮包里面，那个加持力很大，两种都可以。